歌，你说华语流行的这种歌，它那个旋律有没有什么规律或者是？当然有。大多数人喜欢什么样的旋律？你能制造这样的东西吗？而且让别人一听就是这歌一定是王源写的，就叫才华。一个人在路上，背起行囊走向前方。哇！被遗忘的过往。我帮你打杂，你教我写歌。OK。我就一直想去找时间学作曲，一直没有时间。要弹四弦呢，不能弹五弦六弦不能弹。去寻找那点微弱的光亮。故事不能停在这第七章，写下去才知道梦有多长。这样